有两位姐姐吼，两位青鱼，这一地行要800块啦，三地行要500块啦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两个人计搞要两位青鱼，先给钱的先赢，300上面一个300，我这地要找你啊，这地要请你啊，这地靠你啊，我到大头袂排到一个人，去外口徛倒来，伊要搞要这要三分，你先给钱，我这地落去。先给钱，我这条搁人，这正路话，我这盘也卖你500，你买袂着啊！来，我这条搁送你，规盘拢比搁一个300块了。来，收着啊！三百块，来买只卤味青鱼的哇，300块。搁买只青鱼的哇，来，头前啊！最后一个300，上面一个300。这用这条路啊，有加应该冒钱去。后边啊，我安尼落啊，你收留在后边，你收留在后边，收啊先搞收掉者。来，那个阿姐我先讲哦。来，过来，恁想要吃啥物，甲我讲。我叫唐扬鸡无。啊？唐扬鸡讲。唐扬鸡有，唐扬鸡，是啊，后边无咧。是啊。啊，要吃啥拢爱讲啊，一只点落啊，要吃啥一只点点的落啊，是今仔生活化，要来啥简单生活化落啊。来。来，啥物吃唐扬鸡啊？这唐扬鸡内底吼，我有鸡腿包落去做，你会当食看卖啊？对啊，帅哥，你捌买过无？有好食无？这若鸡腿包你搁食袂了，我嘛无法度啊，叫鸡腿互恁食搁食袂了，成本拢比别人较贵。这一包只要500块一公斤，咧200。来，快点啊！来，咱们食迄个唐扬鸡的块，200块。来，200块要吃吗？200。行。来，进来，快点搞。需要两百多双。来，200。我买3包，买个3包。来，快来。3包200。我大家收，好咩啊？最后2包，来一只，好钱，200都有几只了无？咁咪拖时间，那有3包斤，斤那边边收啊就收起来，斤啊，好咪拖时间。后面500咯，上面啊，来500咯，剩4包了，这一包24块，这一包500，2包1000，我唔免啦，先给钱4包，给两只。过来吃牛排，两个，来4包无？好，来三个。4包，我要吃无牛排咯，有啊，到人要吃羊肉咯，要吃腰脏排骨，无咱两卖介绍，来收，好啦，好啦，来，阿叔来提物件了吼，咸猪肉，小笼汤包起个，来，你到人要吃这咸猪肉。先包过起，我咸猪肉卖10几年哦，你唔免讲我唔好食，歹食你都买。爱食卖500，卖400，先给钱300，啥物事咸猪肉？我这条过送你，这条过你，我这三条卖你300，恁买无啊？今仔先给钱的大条，这条过你，来300，啥物事咸猪肉？这两项个拢好食，300块就三百。来300块，来个要食咸猪肉的无？300，三条你买无啊？4条，300个要食咸猪肉啊？300，到人要买100块，150的，小家庭100块。100块，有人要吃小家庭的无？100块，100块，有要小家庭的无？150。100块，有要小家庭的无？姐姐，你注意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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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50。100块，有要爱无？谢谢。你讲有要吃这小龙干包？这一包500，这我的热销产品，这大家拢卖无够的。一个人去一包，上去吃看嘛，唔免300，唔免200，先给钱的先赢，150了。来150，上要吃小笼汤包，150。来小笼汤包都要吃无？150。小笼汤包150。来，开始。150。开始。最后一包150，上要啊？恁这包俩150，上要吃无？你先讲无就无，150人要吃无？小笼汤包。小红蛋包，八毛三分钱。来，过来要吃什么？来豆乳干脆饼。来。花青客个，花青客个，半斤半肉客个。啊，这我这大家拢卖无够，我今日有早坐先，我应该有够你买啊。这，啊，十包股先来，人我袂停。来。杏鲍菇上面吃，来这边啊，来这很香哦。多来吼，来杏鲍菇你吃看嘛还好。你刚要重庆杏鲍菇，我都做到比鸡巴好吃，比咸猪鸡好吃。这一包，啊，唔免千，唔免800，唔免500，这包我送你，你吃看嘛，先给钱的200。来这边啊，来，咱们吃苏炸杏鲍菇哦，200块。
杏鲍菇够两个吃吧，两百块。两百块还要吃吗？两百块。还有两杏鲍菇的吗？两百。大家两百块买买一百块吃看嘛，一百块试吃。一百块开始。大家有。一百块两个吃吧，一百块。老五啊，谢谢。来，好来，阿哥要买啥物？花椒，你要啥？鲍鱼起来，来起来，你起来就起来，起来就起来。鲍鱼全部出一块来。即摆伊啊，你当去蒸看吗？即摆你啊蒸落吼，比迄个啥物鲍鱼血较歹食，你起来用无？即只免抬啊，伊无烂，即无烂。你当去用蒸咧，甲吹落好食。鱼啊嘛比巴西大较硬，迄餐厅直接用吹鱼啊讲。我唔是胡白讲的哦，真正一只鱼哦，你唔好当作我的好笑哦。这四只餐厅吹起来超过一千，我免一千，先加钱的先赢三百了。然后若要食花枪的话，三百块。花枪三百块，若要食的话，三百。拢过啊，这是来收起，来收起。鲍鱼上面一只鲍鱼，来睇下几两个大一只。鲍鱼要食开五百了，好嘛，五百块。五百了。来鲍鱼上面一只五百块，那个钓到过。这是方子还是伊种不是？那不是哦，这一条就比较白，两条就五块六啊，系啊。这一定起过六届啊，不是起过尔，全台湾拢起，无甲你好笑，无甲你白赚，吼、哦、啦。他叫个三年，才过哩，才过哩。这免住退休了，咱食这包卖你五百，一条卖你几十块啊，先加钱来。我才过三年，才过哩，搁一个人家唔免一千啊，来五百你都。来个要下无五百块，最后一个五百。都要五百下无五百块，拢有啊吼，有个人感觉讲。足想要买，啊，不过食袂了，咩啦？你甲买一半，我嘛无甲你算较贵哦，二啊五了。来小家庭两百五，你食袂了，你买一半二啊五。到咱们小家庭的二啊五的无？小家庭两百五，到要食二啊五，拢有啊，收起袂变。来收起。来，你个要食啥物？有要点啥物无？到要食啥？来半斤半肉过去。来再香哦。啊，这牛排是半斤半肉的吼，这当然遐有滚加风加面的，所好食。这是炸原方的来，啊，啥卖到春节，今天卖来，先人过来买啊。这半斤半肉，半斤半肉，这一鼎三二，两鼎超过六百，唔免一个人买上，无只退钱，两百。来这边个，来两百个，半斤半肉两百块呢，这免考虑啊吧。来后边啊，三个。无啊无啊无啊。三个有啊。第三个无。谁后边啊？无啊无啊。哦，迄、那个有啊，哦，有啊，来，啊，你迄个海藻这首歌特别落去，海藻卖过老啊，吃，加一吃，来我吃，我这话你讲哦，这恁真正爱买啦，恁若等我来无买着，这真正爱买啦，唔是讲我要甲恁推销买啦，这这么营养，哎，好久不见，这这么营养着，对不？啊，佫这么便宜，啊，对咱人的身体佫好。这海藻一人加三、加四啊，怎么煮啊？三百五方便啊！哎呀，无我给你吃啊，我先给钱的先了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块，上面吃海藻一百块。上面吃海藻的哇，一包一包，两包三包的。三包无够了，四包无够，五包啊，一百块了。那阿叔你来讲够？好啦，包过去好吧。来，要吃三拢爱讲数，交去车顶，好吧？吃三你就直接点就好啊，讲真的啦。有人要吃这个无？有人要吃这个无？嘉欣，你家今仔我炸来一寡无同款来吃吃下。啊，热狗，你家要吃热狗？我真久无炸热狗，我最近逐工的人要我做热狗。这啦，这豆乳鸡啦，这豆乳鸡外口起高一百八百，足侪人家讲头家你也真够赚啊！你一包要起八百，因为咱这无贵的啦，咱这不芳的啦。哦，这两包三啊六啊，啊我免三百，免二啊五啦。哦，要剩贵的你卖买啦。这两包我送给你吃，给咱先给钱的先赢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就好，到如今，一包两包，两包三包，你绝对买袂着，四包，来两百块就好，你就是吃了我袂。好，大爷。来两百块，落两百块。来最后搁一个两包，上面一个豆乳鸡啊，这一包五十，唔免经过你才考虑啊，真的啦。你今麦物价啊？啊？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，过来，我们吃啥？吃啊。你看，咱要吃葱抓饼，这一包八块，葱啊，甲你夹到遮济，当然夹拢就好食啊。一包三百五方便啊，来现场七八人家要先加钱，一百块了。来坐啊，一百块可以。葱抓饼一包，咱要吃啊，热狗。后边啊，你要坐。一种红的。来，三个，我这边三个，后边你。葱抓饼一百块，吃好了，一包。热狗啊，这一包够不要了，一百块。一百块拢有啊，有我来收起来啊。来，谢谢哦。八小姐，
来，我这做不无在啊，啊，今仔毋是好百姓要走，是逐工有人去我做这啦。这北方的热狗啦，这一包五十条啦，你早两家煮煮的了，你免到去用谈啊啦。新价钱的新价啊，一百就好啦，一百块五十条啊，一百块啊，一条剩两块啊。有人要食热狗的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。后边。一包，有人要食热狗的无？一百块尔。有啊，来，我做啊，到了。后边我一包。到了。好，有人要食这个？这小米饭有人要吃的无？这退票两趟吃啊？要吃卖五包、卖四包、三包，有人要吃的无？三百块两个人加买就好无？我这包要送你三百块无？这包要拆你好无？那你先给钱，我这包要卖你啊！这包要送你啊，两个人加就好。来三包，上面吃小米饭，退票就可以吃了。三包，来三包，再有没吃？